有梁有景。谢谢。哦，前台，前台还没有后台热闹呢。啊，真是的，特别的开心啊！这一上来，大伙这么热烈的掌声，突然间感觉有一种自己很火的样子啊。嗯，但是好，掌声就是听这样的笑声，感觉自己又不像很火的样子。幻觉。哎，不用不用。不敢奢求您的掌声，都知道掌声啊是给旁边这位的。哎呦，哦，郎鹤炎，我们俩一对是演员。哎，郎鹤炎有那么些毛吗？假发，没听说过。头套，没有没有。这个旁边这位啊，大伙都熟悉吧？小先生，这是周九良。哎，不小啊。啊，这嗨，这个外号是吧？也就没有，大伙给我起的一个绰号就叫爱称。嗯，都是知道的，了解德云社的九字科的一位，这叫什么激励鹤群的一位演员。什么您呢？夸您的吗？一个词儿啊。我什么鹤立鸡群，也不能叫鹤立鸡群吧，就是出类拔萃的。就是九字科都是不错，在九字科，甭说在九字科了，啊，就在德云社捧哏演员当中，人家也算是德云社算是捧哏演员当下最红的演员了。真的 有什么炎症是怎么着啊？跟炎症有什么关系 啊？当下最红的演员哦，你们不要发出那样的声音啊！说实话啊，我跟他可能朋友们啊有认识的，不熟悉的，知道呢也叫张鹤伦的，啊，外号呢也都不说了。最近呢啊，都谁说的游轮？哦，游轮啊。游轮，大庆油田，游轮，真的啊！我跟他们的身份来说，今天我们两个合作啊，都是因为一个机缘巧合哦。真的，大伙知道昨天什么日子吗？昨天10月3号。就问你日子呢？干嘛？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舞曲专场啊！啊，对，昨天是反串。对了，昨天反串，今天来说呀，我是看大伙这么热闹，我就来凑过来跟人演出。我本身，我跟他们不爱跟他们玩。不爱跟谁玩啊？这后台这帮小孩们不爱跟他们玩，不是人家也得带你。什么叫带我呀？嗯，对不对？我是本身我自己很忙的，我之前我有自己的公司，什么您呢？不是保安公司，不，谁说串店？谁说卖布的？编织布，这个都知道。胡说八道，烙大饼。都是副业，都是副业，副业，主业呢？主业，加油站，不是加油站，你们知道的太片面哦，很草率，不太了解您呐。对，其实啊，我是个唱戏的，哦，我自己有戏曲公司啊，戏曲演员。对了，我有一社团，麒麟剧社。我是老板，你看等会儿，这名听着有点熟悉。真的，这我的艺人今天都来了，什么刚刚啊，他洋洋啊，陶洋，都我艺人，都是您的艺人。对了，您也是，您就是一个，我是开戏园的吗？这老板今天啊，就是跟我们那个我们这经纪人，对，我们那是刚刚，刚刚，他说他今天这个剧场啊，啊也要搞一个活动，我说来。我帮你忙，对不对？都同行，不是都是那个，都是彼此都是老板嘛。他在这边老板，我在那边。我说我过来给你帮你忙。他说那演一个吧。我说演一演一个吧，就上来接，等于是大褂。你看，要不是老板能穿这么好料子大褂吗？都这样的。您是开戏曲公司的？对对对，最开始、哦。那您会唱戏吗？不会唱怎么开呀，小表辈儿。你不会，你不让他们骗得一愣一愣的呀？注意您的颜值，你知道吗？颜值，颜值这块还可以。哎，言辞真的。小表辈干嘛呀？都教他们哦，教他们学这个练唱练功啊，都有。哟呵啊，吕然云手有这个哦，对不对？嚯，山宝啊啊，还有。哦，怎么这大胯不是很好、啊？动了胎气了，这位。
拍戏像话吗？我练功啊。啊，练功。一日不练功，肚子就得稀松。肚子稀松干嘛呀？喊嗓子。嗯，唱戏不都一一啊啊，有这个吧？对，有。妈妈咪咪咪，还练这个呢？这不是美声吗？什么声音不得练啊？哦，都得学习。对啊，哦、身段啊，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刷戏包子，扫后台，扫地擦地，奶孩子都得来这个。哦，您说那么热闹啊？您，您光是没人信呢、啊。有机会，加入我公司，我呀、啊，夹门夹门你，刚刚都夹门出来了，洋洋，小孩儿，我听听您唱。听我唱，对，能那郭老师那我上我公司听我啊，上我公司，今晚半夜两点来我公司，好，我干嘛去？我跟你们公司看大门去，我这是两点到我那儿啊，想要什么都有。不是您咱就现在唱一个怎么样？你看大伙儿那么热情，把昨天是古曲，今天人是听相声来的，没人听这个。还真有喜欢我们这个传统艺术的，嗯，行，你们胆儿也大，咱就来一回，来一回、啊，观众喜欢啊，来一回，太好了，你说吧，想唱什么，咱都行，咱唱一回，捉凤曹，哎，换一个，干嘛？您不会是怎么着？捉凤曹那是大戏呀、啊，三国戏，对不对？啊，对对对，对不对？有那个来诸葛亮。羽扇纶巾啊，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哦，这好是曹操的词儿。诸葛亮有这个，你会不会啊？您到底曹操吗？捉放曹啊？对，是是，来这个啊，大戏，我怕等不了。这个唱完了3小时，观众都睡着了。那、啊、掐头去尾呀、啊，不唱当间。那咱还是看大门去吧，咱们。你那意思是咱就唱当间，就唱当间这点戏胡好不好？我怕各位听着可不过瘾。嗯，就这么短，短小精干。哎，对呀、啊，主要是听您啊，听咱这嗓子。是啊，身段做派好不好？没问题。啊、来，是麒麟剧社呢还是麒麟马戏团呢？您这是麒麟剧社呀，哦嚯、哦哦，行行行行。咱捉放曹啊，捉放曹。分一分角色，不用分，都给你。那你是还是夹吗我呀？老板，老板，你唱好，给你发工资就完了呗，给你叫花行啊，下一通。得您得唱，你得唱，知道吗？我还得配合着你啊。也行，主要是听您啊。那这样的话，你先挑，我先挑，你挑剩下，你再挑。对，还是我全让我唱。您得挑一个啊，我也得挑一个，您得唱一个，你先选吧，我先选、啊、对，老话说让妇女和孩子优先。对，我是哪孩子呀、啊、我是你先来，我来陈公。 好，他来陈公公。陈公，我呢，我来那皇帝。您老夫爱起家，耳朵有点问题。陈公，陈公公吗？中谋县令陈公。没有，老夫爱起家。中谋县令陈公。哦，那个陈宫啊，嗯，那也成。那我来谁？您来曹操啊。啊，对了啊，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哈，夜观天象，知谁在尿炕。说兄弟，啊，咱这唱戏不是打游戏，你知道吗？这个有这词儿啊，念白啊、嗯，咱都懂这个。好，好，太好了。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啊。还有一个王顺，王顺，嗯，谁来？你看呢？怎么着？我来？对对呀、啊，我来没关系，行吧？都可以驾驭。您都来，都来，您多唱好吧？能者多劳，也行吧？行，咱这专业，好，对对，咱那个专业那词儿怎么说来？那个英文叫算了。我是最近搞戏曲啊，把那个外语都忘了，咱不提中文，不提那个外语了，就用中文交流。专业哈，专业叫 perfect 啊、哎，不是，容我三思。你是吃了什么脏东西了吗？你
我就讲啊，讲这对我，你要干什么？我先给你普及普及、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说，咱开始唱戏好不好？不需要，等不了了，铺垫不要了，不要了，都不要了。开始，咱把这个桌子往后扒，那个搬一搬。你先等会儿，什么叫往后扒一扒？你扒了吗？我逮住你的破腚了。什么乱七八糟？把桌子搬了。相声演员怎么嘴也跟棉裤腰似的？好，我以为光我这唱戏的嘴不灵的。行，小表辈儿，你说好不好？老帮菜。嗯。咱搬一搬，然后我跟你一块搬。对呀、啊，你看看，不专业了吧？哎，我专业唱戏的。哎，好，让我跟你一块搬桌子。哎呦嚯，打听打听去。嗯，到哪儿唱戏不是我自个儿搬？好嘞。怎么样？行，好，值不值？哎，好，谢谢您，老板。啊，我看还少一把椅子啊！我来，我来。行，专业呀、啊！好，这两步走吧，你说说。行，您就放这儿，放这儿啊，放这儿。干啥？哎，对，您就放这儿就行。放这儿。哎，那您，你站起来，有个凳你就坐呀。我搬的，不是谁搬的，这是场面座。场座。对。什么意思啊？这是。我考考你，什么意思？这叫小座啊。小座，为什么搬桌子？为什么分小座？分出前后台来。哪是前台？这是前台啊。哪是后台？桌子后头那是后台。那边呢？那是下场门。这边呢？这是上场门。这块前台。那块下场门。是。上这前台。这后台。这后台。这干啥？你休想蒙蔽我！怎么样？都说对了。这前台那儿，哎，是不是茫然了？那不观众席吗？对，你别骗我就行。对，我都知道。好，大伙儿能明白就这意思。啊，我跟你说两句啊。怎么了？没有乐队，没有乐队，没有乐队，没有乐队。我跟你唱个六啊。你呀、啊，半夜两点来我公司，太挑什么都有。过来，非得半夜两点唱戏去。师傅今天散场就得11:30。咱们这半夜两点到家里，到处吃点饭啊。是，那我跟你说啊，没有乐队没有关系，没有乐队，嗯，没有乐队有办法。什么办法？用嘴学 ，B boss， 什么，对不对？你。Nice， 真是有点 nice 了。Nice， 好，真棒啊！不是这个 B-box， 我知道，唱戏那个，唱戏的锣鼓家伙。对，来吧，没问题啊。行，我们这个也没有什么戏服，咱就穿大褂唱，好不好？就这身，就这身了，这身。谁能看出我是曹操啊？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啊，粉妆玉砌，傲骨英风。行，好，就当我没说这词儿。那你说他干嘛呀？他们在反驳我。哦，好，那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曹操。好的，非得普通的曹操。普通的曹操。行啊，你不抱一下头吗？什么？区分一下人物。区分一下人物啊？对，是稍微分。曹操要帽子吗？啊，有风帽吧？不要。那行好不要好减少时间好行我说直摆手让我快点那快来吧那快来您打家伙啊您打家伙打家伙打家伙好的啊都好不好喊什么快点喂老板快点刚刚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喂你还不是我老板呀、啊、我老板是刚刚打家伙打来哦，大家伙，你怎么着？你都，不是你受谁气了？是怎么着你？你是大家伙吗？打小锣啊，说着完了没？打小锣。哦，小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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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锣，你先出来。小锣，打小锣就喊小锣，这小锣吗？学小罗那个声音，哒哒哒。那你说哒哒，
你这说小罗，我这搭贼。观众说，说好的承诺呢？说好的小罗呢？对不对？棒槌，我还棒槌。哦，搭贼，哦，搭贼，搭贼，搭贼，搭搭搭搭搭，贼。冠军县令与黎民判断冤的情，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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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怎么？你干嘛呀？你这么疼干什么呀？什么玩意？这有角子呀？你干嘛呢？什么是那一下谱？不得配合你坐下的动静吗？没有，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哎，头戴乌纱双翅飘，大人黎明不醒路逍遥，大人虽然七品浪官桥，大人一片丹心饱汉的朝。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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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下过大人姓陈，大人名公，大人字公台，大人我是这样吧？你是先敲再大得大得，你可抢我活，你看我这一共没几句词儿。不是你得去没完了？那怎么着啊？啊，我这一坐下，别逮了，别打了，行不行？我这说话了，那你说吧。我这念白，你知道吗？行，大逮、哦！你这是怎么还大逮呀、啊？你不是坐下就不大逮了吗？是啊，你这不站着了吗？强迫症呢，是不是？昨日东老太师施心前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我命王叔人等四门大谈，不见回报错哟。左右左右大人瞧词儿啊，你广你他提醒我的，他你我还真不知道这句啊，你广会打得呀 啊我喊左右你搭个下气儿啊，哎呦我才能往下说呀，对不对老板？那你态度跟我客气点好不好？那你看我也不叫左右，你告诉我一声，这会儿我让搭个枪，你说左右我搭枪好不？快搭枪好吗？那不就完了好吗？左右大雷啊，不是右伺候了大雷，伺候了大雷，伺候了，你要什么服务？来来，你躲躲远点，你躲远点。吹肩捏腿足疗保健，哎呀，我这手法，你看我这小指，哎呀，这销魂的小拇指，我这手法，我跟你说，让你欲仙欲死。行行行，我这死胖来了我。那你让我说、啊、左右，你看伺候了，你要怎么伺候啊？你这小，我跟你说，别的活我们可不接。哎呦呦，嚯嚯嚯嚯嚯！小花脸王顺该出了，该您上场了。这会儿我是小花脸啊。对呀、啊。那乐队呢？乐队先放下了。你交代一声，你这么一说，我倒知道、啊。你观众不知道啊？交代两句，乐队老师，您先跟这等一会儿啊。这会儿啊，我是王顺了啊，上来。这一说不就行了吗？来吧。我站这儿，乐队老师在这儿。哎，一时间不知道谁是小丑。左右，哟，伺候了。啊哈，呆呆令定得。啊哈，呆呆令定得。啊哈，呆呆令定得。啊我您的说话呀，
是亮相，他们照相了。不，这可以了，拍的很多了，已经。这什么词儿？这个啊，这块说什么？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老词儿。哎，说完他老词儿了。哎呦，伺候了啊哈！来来，令令的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饼子太爷吃，不说了吗？饼子太爷吃，禀报太爷之。哦，改了。什么叫改了啊？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参见太爷。罢了。谁见谁呀？参见太爷。罢了。罢了就罢了。呵，他还二两脾气，他还又停电了，停电了！你们，恭喜太爷，贺喜太爷，好好有份儿。恭喜太爷，贺喜太爷。本县西从胡来，昨天夜里你媳妇儿给你生了个弟弟。这叫什么喜事儿？惊不惊喜？什么惊？意不意外 ？Surprise！ 没听说，没听说过。小人已将刺客曹操拿到。就是老词儿，我给你加点新的。小人已将刺客曹操拿到，有何为证？你猜？嗯，老有孙猴在旁边啊？那是有什么？这叫宝剑呀！哦，有宝剑，有没哪有宝剑？你拿这扇子就是一比划，就是这种宝剑了。对了，哎，小人已将刺客曹操拿到，有何为证？有宝剑为证，呈上来。给你。哎呜呼呀！要死呀！谁要死啊？我还呜呼呀！我看见呜呼吗？我看见宝剑，我害怕呀！看着宝剑你害怕？是的。你看足疗，你可高兴啊？对。你这我说销魂的小手法。宝剑日哭，下堂领上。宝剑入库喽。宝剑入库喽。宝剑入库喽！哦，真是您哥。宝剑入库喽！看，你看各位，您哪儿不是看耍猴啊？真的。啊！有人拿宝剑，啊，有暗器。我说我害怕吧，他刺到了我的大腿。我看见宝剑，我心里害怕呀，是不是？宝剑入库，下台领赏。好嘞，左右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大礼。我恨死这罗了。您怎么了？曹操啊，这会儿曹操，我曹操了。对呀。你这就得交代一句：宁可辱我父，天下人，天下人不可辱我。曹操，开场了，那是真。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你押上堂来。压上你有没有县官的样？你县官的样，你别老这样。好嘞，好好的啊，你给曹操逗笑场了，你知道吗？将刺客曹操压上堂来。啊哈！曹操是大花脸。将刺客曹操压上堂来。大哈！大花脸就是大呀。那曹操上来瓮声瓮气，你说说是什么？是黑还是来也？我自个儿琢磨。你琢磨琢磨吧，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县令，你知道个六。来也当，扛才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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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来扛才来扛。再见。我大褂跪着呢，你别撕。我成功还没放呢，你就再见。
我了，你看我一眼得了吧？你不想我了吗？谁想你了？咋又来了？谁？你过来，什么叫再见呀、啊？你是四句唱呢？四什么唱？是什么唱？跳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又谁知中牟县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这四句唱呢？你 还少一句啊？看成功他把我怎样发落？你再说一遍，我看你休想蒙蔽我，你跟第一遍说的一不一样？你到底会不会？不会敢唱戏吗？会，您倒唱啊！会不就唱了吗？哎呀，你对不对？四个词儿，咱对的词儿。跳龙潭，跳什么？跳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啊！又谁知中牟县我自入网罗？好，又逮着他了。对呢，自入网罗啊啊！怒冲冲，我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好，第一句再说一遍，看成。我看你看你忘没忘？哎，我忘没忘？是你唱的，我忘什么呀？老词儿还来老词儿？对呀，来吧，来呀，没有错不了的事儿。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落一刀，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子来自空里开这里扛。出了龙潭入虎穴，躲了灾难又避祸。谁知钟某仙子入了网络，怒冲冲把滴水挨来过。你可走，我不走。你可走，拉过狗。走吧你，我留你的是吗？啊，你能不能做一个温柔点的县令？是唱那个吗？唱什么？唱花脸啊，京剧啊。你唱啊，你从头到尾，桌子我搬的，凳子我搬的，上来什么都没有哈。他往这一坐，又来大花脸，又来小花脸，又来乐队，这会儿说我唱的不对。你来啊，我来什么？我是陈功，你来啊，我是陈功，我是陈，你过来，撤哪儿去？你想啊，回去我看看刚刚怎么样。你甭看，人家好着呢。你唱啊，你来，我唱，你唱，不是，来，不行，我来成功，不就往这一坐吗？大屁往这一坐，我也会呀、啊。咱没那么干的啊，得劲儿，唱一半，换角的，来，你来，没有这样干的啊，这成功太简单了，合着我这累傻小子呢。你来，好，来，你倒说呀。我喘喘，我还得唱吗？什么词儿？将刺客曹操押上堂。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哎，拉你！大人，裤子开了。什么词儿？不是，我接胖死呆子。我裤子开了。胖死呆子。我以为是裤子开了。裤子开了什么呀？那是什么词儿？抗死来着，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抗死来着，跳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有谁知钟某县我自入网罗，怒冲冲某结伴。大滴水呀过，大家伙，抗死来着，抗死来着，空来狂，一切来狂。看成功他把我怎样放啊落？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看成功他把我怎样发落，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看成功他把我怎样发落，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你好，曹操报道。普利隧道，
你说有给我让座的吗？那要怎么样啊？我唱三遍了，你都往下说呀。往下什么词儿？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哎呦，因为是改点新词儿呢。改什么新词儿啊？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哼，岂知无名，何必多问？哼，就问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岂知无名，何必多问？哦，可是刺客曹操？岂知无名，何必多问？如来可是刺客曹操？我曹操，没那个意思，曹操。Yes, it is. 卖萌的。什么词儿？什么词儿啊？见了本仙因何不跪？见了本仙因何不跪？哎呀呀！啊呸！别！哎呀！吐我一口，吐你四口，转三口。天安门的自迟迟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的岁岁的先例？你呀！你在真假？咋是不跪呢？当真不跪？当真不跪？果然不跪？果然不跪？我给你跪下。这世界很酷。